好，咱先回到上节课讲内容啊。上节课讲什么来着？上节课讲的是放花，对吧？放花说这中心有一个花，砰就放开了，放开了。有几种放法呢？有两种放法，一种是有无数种放法，应该说你想到的就是两种啊，我想到就两种。那么真正有多少种，谁其实也不知道，是吧？它永远有新鲜的放花方法，在于你去怎么放花。那么我为了知道大家怎么放花呢，我在贴吧里面去做了两个帖子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哪两个帖子呢？是在百度贴吧里边的这个 Flash 吧，Flash 吧，哎，帖子名字叫这个，哎，全吧搜索一下，应该有这个名字，是吧？哎，如果你做了之后又想跟大家分享，就把这个GIF 文件，就是文件导出视频，把 GIF 文件导出来，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哎，以及你是怎么做的？我觉得肯定会有比我更好玩的做的方法，对吧？哎，这不是放花，这其实是星星闪烁，是吧？还记得吗？一个星星闪烁，然后怎么着的？放出来，这是什么呢？这个是这个，也是 Flash 8里面也是一个帖子，Flash 制作的放花效果以及相应的视频教程。那么这块呢，就是这个放花效果，是吧？放花效果。当然，这个也有回复了哈。老师讲课挺有意思的，但是视频有点长，所以这次呢，我们尽量把它时间控制的短一点。当然，这说的废话有很多了啊。那么已经过去不少时间了。那我们这次讲点什么呢？这次要讲的就是遮罩，哎，遮罩，估计咱一次讲不完，哎，所以来个上。那么赶紧的吧，进入 Flash，哎，别回头又弄一个多小时是吧？一个多小时咱也没事，咱。控制点时间是吧？哎，就分一半时间，前面看一半，暂停做，然后在后边看一遍，是吧？你说看中间就关了，那也没办法。那么这个新建一个文件出来之后啊，我们找个图，找什么图呢？这块有这么一个叫做樱桃小丸子的图，给你找一张你的自己的大合影之类的。点中了这图之后，这是什么的属性？是位图的属性，对不对？它的宽跟高是多少？600。和四五八，那我点一下这个背景层，点一下背景层呢，我说这个背景就是说这个文档的属性啊是600×458，哎，这个时候再点这个位图，再让它 Ctrl K 或者说对齐条板找到之后，左端对齐跟顶端对齐，这个时候这个图就放上去了，Ctrl 加回车一播放，哎，一个照片就有了。那么这个照片有了之后怎么办呢？我呀，再新建一个图层，在这个图层上面画一个什么呢？画一个圆圈儿，画一个圆圈儿。我可以用这个画，是吧？我也可以用这个画。那我选择用这个画，哎，怎么就画中它了呢？哎，也不知道，他也不知道，是吧？哎，选中了之后，这是什么颜色的？黑颜色的。黑颜色呢，这叫图层二，这叫图层一，不太明确。我给它起个名，这叫大合影背景，大合影背景，背景是吧？它叫什么呢？它就叫图层二，它叫一个大黑点儿，一个黑点儿，一个黑点儿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右键在这个图层上，在图层上右键啊。我们以前也右键图层过东西是吧？什么引导层是吧？把它转化成引导层，哎，这是不是成引导层了？那我把这个引导层，如果说把它呀摁住了之后，往这里头拖，它就变成什么引导层了？这叫什么引导层来着？哎，我拖回来之后右键它。这是不是就跟这个添加一个传统运动引导层是一样的效果呀？是吧？哎，那么这传统运动引导层删除了，删除了，这个也不是引导层了，它是什么层啊？这回叫遮罩层。咔一点，你看一点的过程中，整个就变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你暂停倒回去，刚才是普通的白图层，普通图层，现在就有样了。一个是方块里边有东西，你看这方块里边。这里边的东西是什么呢？是露出来的东西，是吧？能露出什么呢？能露出这里边的图案来，是不是叫一个大圆点把这个露出来了？是不是就这样了？哎，而且呢，它给锁上了。哎，你说解锁行不行？解锁行，它就变成原样了。那么整个锁上之后，你就变成这样了。播放一遍呢，就这个样子，就这个样子。那么如果说我把这个往哎这锁那儿不都让动了，我点这个一个黑点儿。实际是一个黑点儿，写的叫一个黑点儿。这一个黑点儿就做成什么了？这应该是留保留的部分，或者叫什么呀？哎，它其实这块还有东西呢，显示遮罩。
哎，是不是叫显示上就锁上那过程，是吧？解开了之后，显示着这是不是显示着这了？就锁上了，相当于跟那是一样的。那么如果说我要让那个黑点移动的话，怎么办呢？我要把它摁住了之后，往这边挪一下，挪一下之后呢，再锁上，它是不是就出来了？哎，你瞧啊，哎，这个在哪儿，谁就出来，是不是？我搁这儿来，它也出来。那如果说我在时间轴上空一下呢？我在这 F6 插一关键帧，在这个底下看不见怎么办？时间上延续到30帧吧。比如说这儿插一关键帧，哎，跑这儿来了；这儿插一关键帧，跑这儿来了；这儿插一关键帧，跑这儿来了，是吧？跑这儿来，哎，这跑这儿来了嘛。然后这儿插一关键帧，跑这儿来了；这儿插一关键帧，跑这儿来了；这儿。最后 F5 吧，整个播放一遍呢，是不是这效果呢？哎，就是它其实你在控这个点儿点儿的时候，它在控谁啊？它在控谁显示谁不显示。凡是有点儿的地方，它就能显示。那如果这点儿大点儿呢？我说这大片儿点儿呢，大点儿怎么样？大点儿就大块儿是吧？大点儿大块儿，小点儿小块儿，更小呢？说它小小小小小小小。行不行？到这儿来，锁上了，也可以吧，是吧？哎，它跟大小无关，也跟大小无关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如果说我选它，然后呢，我说它不是黑颜色，换个颜色，我说它是红颜色，再锁上，好使不好使？仍然好使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名字叫一个黑点，它其实也可以是一个红点，或者一个有像素的点，有像素的点。啊，那么什么叫有像素点？就是它落实了，是一个线点填充。这个东西现在是线点填充，那明显是填充啊。如果是线条呢？如果是铅笔在这儿划一下，然后把它选中了之后，把笔触变粗，锁上之后，它就没有，是吧？哎，实践证明嘛，是不是实践证明它没有？必须得是什么？必须得是一个填充的点儿，一个填充的点儿。那么它和颜色无关，把这个线条转化成填充成不成啊？怎么弄来着？修改形状，这个线条转化成填充，我再锁上，是不是就可以了？哎，线条其实可以转化成填充。那么这个填充呢，如果说我要把它变成透明的呢，红的绿的其实无所谓，是吧？无所谓。如果说我点它，把它变成透明的，哎，粉的也不是说透明的嘛，50%，那再锁上它，是不是仍然很实在，是吧？哎，其实它是透明的，对吧？它不管你透明不透明，它最终它就是好使的。我们为了清楚起见，还是把它做成一个红色的不透明的吧，是吧？不透明的吧，哎，这就是基本的这么一个遮罩的感觉，对吧？基本遮罩的感觉。如果说啊，我把它这个都选中，清除关键帧了。清除关键帧，把这一帧呢 Q 工具把它收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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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当然把这个位置从这儿开始，F8 做一个元件叫什么名字呢？这个图层是一个填充点，一个填充点其实不太明确，应该说改个名了，改什么名？暂停一下，想一下，肯定得和它有关，对不对？哎，真暂停了吗？那么大背景、大合影、大合影的大合影背景的遮罩，那么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名字，对吧？鼠标放在这儿来，好，拉开点。大合影背景，这是大合影背景，这是它的遮罩。它负责什么呢？它负责谁看得见，谁看不见。等于是有这个填充的地方就看得见。如果俩填充，这儿一填充，我这儿一填充，那结果会怎么样？哎，没有啊，没有吗？我得选开它，是不是就有了？是吧？我选上它没用，啊，刚才选就是刚刚复制出来的时候没用，是吧？刚复制出来的时候没用，哎，刚这复制出来才有呢。总而言之，我再试一遍啊，Alt 键再弄出几个来，然后锁上，这就已经有了，是吧？已经有了。
这个原件做没做好啊？还没做呢，F8 嘛，叫什么？大合影背景的遮罩，然后呢，放大了，从第一帧到第30帧，哎，然后又见它传统补间，它挪到哪儿去了呢？它挪到这儿去了。那么，播放键呢？走起，是这感觉吧？是这感觉。那么锁上，是不是这种感觉的？是不是这种感觉的？如果说一开始的时候要停一下，最后又要定一下怎么办？那就一开始的时候停一下呗，哎，最后再定一下呗。F5 把这一帧 F5 过来。这一帧 Alt 键，为什么这块有 F5？如果你这儿不 F5 的话，最后它不知道遮谁。假如说 Shift F5 把这删除了，我们看一遍啊，定住移动，它最后没了是吧？没了，不行，这样是不是有啊？是不是这样就有？哎，这样就有。那么如果说我要把这个最后聚焦到某人，应该怎么办？这其实中间不用补间是吧？聚焦到某人，也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。超级大的，对不对？超级大的，有那种追光效果，是吧？追光效果，怎么弄呢？一开始的 Shift F5，先把这个清除关键帧吧，清除关键帧，然后呢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就把它聚过来，这光给聚过来，怎么聚？传统补间，到这一帧的时候，Q 工具，Ctrl 减，它缩小，聚到谁头上？聚到小丸子头上吧，小丸子头上。然后呢，播放一遍，是吧？但是它不够圆，我还是希望它比较正圆的，是吧？比较正圆，怎么办？双击进去，把它这个再怎么微调，其实也就是不太好调了。那怎么办呢？画一个正圆呗，画一正圆呗，多大个儿？这么大个儿，嚯，那线条忒粗了，这么大个儿，差不多。退回来，看行不行？走一遍。哎，你看它跳了一下，是吧？为什么呢？一开始的时候，它的这个旋转点在哪呢？旋转点在这个位置，是吧？这个位置，这个时候的旋转点在哪呢？在这个右上角呢。所以 Q 工具把它挪过来。有的时候你控制不了它跳跳跳的，那怎么办？你想办法控制，是吧？总有办法的。播放一遍。如果背景是黑的怎么办呢？背景是黑的，选了它。说是黑的，这不是成了吗？是吧？哎，是这种效果。那么我的问题又来了，能不能说做出这种，比如说底下是个比较深的背景啊，就是底下不是纯黑，隐隐约约、朦朦胧胧、恍恍惚惚，还能看见那么个点儿影儿，怎么办？新建个图层，把它拿下来。你会发现在挪的图层的过程中，我可以把它放在这里边，是吧？如果说它在这里边的话，是不是有两个图层可以被它遮呀？这个叫遮罩层，对吧？这个叫被遮罩层，这个可以两个被遮罩层，应该是这意思吧？那也就是说，我如果这个图层上面把它清除关键帧啊，清除关键帧，清除关键帧，把这个图层呢往这边挪一挪，把这个里边呢再画点东西，画画画画画，随便画，哎。不是在这儿画，这是第一个被遮罩层，这个是第二个被遮罩层。那么就这样呗，在这儿呢再画一个圆圈，咔画圆圈，我把线条删了，这等于是这个东西是吧？这个等于是这个东西，然后这个时候一锁会怎么样？是不是这个东西能够遮出这个有这个也有的，它们俩综合形成一个被遮罩是吧？哎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个其实也挺像那什么似的，你可以拖来拖去，是吧？假如说你那个原来也是，右键传统运动引导层也是，是吧？拖来变成普通引导层，再拖去变成运动引导层，哎，拖来拖去就摁住了，就有可能有特殊效果。这应该，哎，Ctrl Z 先撤回来吧，Ctrl 一路 Z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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Z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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，差不多吧，就到这儿，把它拖出来。
我现在想让这个背景有这么一个隐隐约约的效果，怎么办？摁住 Alt 键，把它复制出来一个，复制出来一个之后，这俩眼睛关了，选中它，它是一个位图。位图呢，我可以蒙一层，是吧？我可以在这儿新建一图层，弄一大黑框，然后蒙住，再控它的不透明度，是吧？也可以呢，把它直接就 F8 了，做成元件，叫什么元件？叫大合影元件，大合影元件。然后呢，设置这个大合影元件的不透明度吧，或者明度都可以。这样是不是就有点暗了？对不对？注意到这儿了。唰，追到这儿了。当然也可以，也可以用这个。那假如说我再做一些比较特殊的效果呢？首先得解锁，是吧？首先得解锁。如果说到这儿来之后，这个到这儿 F6 一下，Q 工具变扁一点儿，到这儿 F6 一下，旋转一点儿，并且拉伸，到这儿最后回来，嘣，咚。播放一遍，是吧？哎，其实有点像那个什么，就是那个呱呱奖那种感觉哈。假如说我能不能做那种呱呱奖的感觉，清除关键帧，然后呢，在这儿，画一个画，我得用大笔刷是吧？大笔刷，选中大笔刷，到这儿画一笔 F6，再画一笔，再 F6，再画一笔，再 F6，再画一笔 F6。F6，哎，这画的不是好横平竖直啊。这其实这个时间点你可以控，对吧？整个播放一遍，这个效果不是很好，是吧？效果不是很好，怎么办？我把这个删了先。整个是大黑背景，然后呢，清除关键帧，清除关键帧，它得要求那个一下一下弄出来，是吧？一下一下弄出来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就是画，我这样画一笔 F6，画一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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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6。画一笔 F6，画一笔 F6，F6 画一笔 F6。其实这个也没法做那个呱呱奖的效果哈，刮出来之后是什么字呢？是谢谢惠顾是吧？还应该更大的笔刷，我觉得。是吧？是这种效果，这其实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。那么这个是其实我一直在弄遮罩层还是被遮罩层呢？其实我一直在弄这个遮罩层，对吧？遮罩层，如果说遮罩层就是一个固定的大圆圈，看，那么被遮罩层能不能动啊？被遮罩层能不能动啊？那么被遮罩层怎么动？那就是比如说这个把它放大点成不成？放大点。这么着是吧？这个是锁上了，不让动了。这个里边动来动去的，这个、怎么动呢？这个首先就是它在这儿，对吧？它在这儿，这么走，第一圈第一排，第一排走起到这儿，哎，这是什么？传动部件。第二排，这是太麻烦了吧？得弄四排，这是不是就可以算两排了？等会儿。这样就两排，对吧？夸两排，到这儿，到这儿之后呢，插一关键帧，往后挪挪，把它挪到这个位置来。好，然后呢，传动部件，然后呢，再这样转回来。这是什么？传动部件。哎，播放一遍，Ctrl 加回车。嚯，你这太快了，那怎么办？那你这个就得调时间了，24帧每秒不行，改成3帧每秒，哎，12帧每秒，或者6帧每秒，到底是啥？
Ctrl 加回车，能看到这效果吧？这是被遮罩层转，对不对？这是被遮罩层转。假如说被遮罩层我整个是那么一个效果，会怎么样？先清除关键帧啊，连缩放带这什么的，清除关键帧。这个库里的呢，把这个元件给拿过来，补件一补件二怎么出现的？估计是刚才直接用这个位图去插针，然后做补件了，是吧？哎，删除，大合影拿过来，哎，怎么这么小？哦，想起来了，你不能把位图删了，是吧？位图不能删，删除这个元件，删除这个元，哎，删除这个元件，然后把这个位图拿过来，拿过来怎么办呢？缩放，能不能缩放？说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，然后呢，到第三十帧 F6 插一关键帧。把它放大了，放到谁呢？放小丸子，小丸子，然后再放大，咔，再放大，小丸子，中间是什么？传统补间，什么效果呢？播放一下，哎，好像那个推镜头的感觉哈。实际你不用这个，它也能推镜头，但是呢，这个就是一个推镜头的感觉，推镜头的感觉。那么如果说我现在有两个层，这个层是什么层？遮罩层。这个层是什么层？被遮罩层。遮罩层负责什么呢？负责这个圆点，负责哪块能看得见。被遮罩层负责什么呢？负责底下这图案，一看就清楚，是不是？这个是负责哪个圆圈能看得见，这个呢是负责底下图案长什么样，是吧？这底下是图，上面是形状，哎，形状和它的这个颜色呀，不透明度啊，什么都没什么关系。那么整体来说呢，遮罩就是最起码的这些内容。如果说啊，我遮罩层也动，被遮罩层也动，是什么效果呢？哎，那我们看看吧。这是一个先回到原始状态，然后清除关键帧，删除补间，在这个层上。把它一开始的这么的个儿，是吧？这么的个儿。如果说它呢一开始呢，它一开始是小点儿，小点儿。它是不是元件？它不是元件，对吧？弄一个元件，弄一个元件的。然后呢，他们俩呢，播放一遍，它就是这样，是吧？播放一遍就是这样。现在呢，就是它也动，它也动，那就是三十帧 ，F 六 ，Q 工具一起吧。一起变大，最好有个什么呀？最好有个那个，那叫什么来着？取景框，是吧？就要不然你现在看不见在哪了。中间是什么？传统补间，这是什么？传统补间，刷这样的效果，一起动，变成还是十二帧每秒嘛？播放一遍。是吧？这就是一起动，不但前面这个形状在移动，背景其实也在移动，他们俩一起动。哎，那么遮罩其实就这么简单，有一个遮罩层负责形状，被遮罩层负责图案。哎，找个大合影练一下，这次就这样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